些事看得太重，讲话太冲，会给自己惹来无谓伤痛。谁每个寂寞时候，谁都会在床上看天花板放空。通讯录人有好多，有好几百个，能聊聊天的有几个。一个孤独症患者，一首哼不烂的歌，一颗伤怕了的心，躲在被窝里，患者有话要说，有谁要来听？一个人有闹情绪，都无人晓得又有何意义？选择放逐自己，可无人倾听，还想失望得到谁的关心？有精神。